纯类的这个分子哈，我们在上节课各位介绍到这个，我要题目哎，忘了，对，再给我给你们。讲到这个纯类生词的这个反应里面呢，我们在第一个这个类型的反应呢，是跟各位教到了 station。 好，这很重要的一个章节哈，因为很多重要的关联基呢，都会从纯类做关联基化，然后慢慢延伸过去。那第一个重要的，刚刚我们之前跟各位介绍过了，纯类牵涉到的反应有好几种不同的类型，那都来自于这个它跟管内的分子都是系列序列分子不一样的地方，来自于多了一个新的 CO 的见解。那这个新的 CO 见解呢，旁边所伴随的是一个新的 OH 的见解哈。 所以不是 CO 或是 OH 间接呢，代表都是一个 polar bonding 的出现，所以它扮演都是可以进行这个新的电子同台的这个角色哈。所以我们讲到这个纯的这个氧化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呢，交了几个不同的这个反应啊。第一个，跟各位介绍的一个重要的这个chromic acid 所进行的这个 chromic 的这个反应生成。 对不对？然后所用的是这个 H2CrO4 的这个试剂，然后来去进行这个氧化的这个过程。这是一个比较强烈的条件，对不对？那你如果要让它发生在一个比较温和的条件，什么叫强烈条件啊？这个通常呢都会在很酸的条件。 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生成它的时候呢，两个方法，一个是利用这个 sodium dichromate， 以前所学过的这个重铬酸钾，在硫酸的条件之下去进行，或者呢，你可以利用这个，一个是利用 Na2Cr2O7， 对不对？或者呢，你是利用这个 chromium trioxide， 都是必须在硫酸条件下去进行这个反应。 所以这条件很强烈，很酸哦，所以很多的这个化学的这个 compound 是没办法去容忍这样子强烈条件的。那如果你要让它进入一个比较慢的场地区，有什么方法可以做啊？第一，你可以让它是在 Jones reagent。Jones reagent 怎么说的呢？我们说呢，它是让你的 chromium 在水下。 你要被氧化的纯类分子呢，这是在 acetone 里面去做一个混合相的反应试剂，让它的反应性会这个氧化的这个 byproduct 会沉淀下来，让它不会再去氧化下去哈，条件比较温和一点。第二个，它可以做什么事情啊？你可以做 Collins reagent，对不对？单纯利用的是 pyridine。 去跟你的这个 chromic acid， 它是一个酸碱的过程，可是呢，这个试剂呢是要现做现用，那它有这个燃烧的危险性，操作起来不方便，它也很难去定量生成，对不对？好处是什么？它进入了这个中性的条件，最近中性条件为什么？ 反正你用的是酸性条件，这时候它有隐含的一个碱性，这是一个 base， 所以这是一个中性条件的试剂，比较温和的，不像第一个这个 chromic acid 或是改良过的焦氟酸酯，它都是很酸的条件。第三个，你为了要符合你的这个中性的需求，又能够尽量能够以当量的方式存在，好操作，开始进入了利用 PCC 这样的试剂来进行这个氧化的过程。PCC 叫什么呢？叫 pyridine chlorochromate。 利用的是什么？利用的是 pyridine， 对不对？这样子的试剂，利用的 pyridine 跟 chromic trioxide 跟这个 HCl 三个生成的这个定量生成的这样子的粉末。 中性试剂。
这是一个中性的粉末试剂，它可以称重，你可以知道你现在的量是多少，然后呢，它可以保存，所以这是一个现行比较广用的 Comintype 的氧化试剂 ，Comintype 的氧化试剂。好，这是我们讲到氧化的部分。第二个，除了用 Comic Acid Type 的这个氧化过程，你还可以用什么试剂啊？跟大家介绍了这个 LCL， Sodium Hypochloride。Sodium Hypochloride 利用的是，这是你的家用漂白水的这个条件，对不对？这个呢，它是可以去进行一个氧化的过程，机制上是有画给大家看过的。好，这是用 Hospiration 的这个啊 Hospiration 的这个反应。第三个呢，我们跟大家讲过，用 Aerosol 或者是这个硝酸，强硝酸进行氧化的过程，它会把所有的这个苯环酶面取代基、烷基取代基，或是其他的这个取代基呢，全部氧化成是酸。第四个就是我们上礼拜最后所讲的 Swarm 的 Oxidation， 这也是一个很广用的反应。它也是你所学到里面的第一个，你可以把你的反应呢从一级醇氧化到全之后，把它给停下来的反应，把它停下来的反应。在前面这边你所看到的反应呢，理论上呢都会很容易的过氧化，很容易的过氧化哈。好。所以 Swarm Station 使用到的试剂还记得用什么吗？还要用到 DMSO。 DMSO 还没有 Suboxide， 对不对？利用是什么？ DMSO 它会有共振，让试剂去进行反应，还记得反应机制，对不对？然后呢，会利用到 Potassium Chloride，我再用 chloride， 然后呢会用到什么？会用到所谓的 TEA。TEA 是什么呢？Triethylamine， 这是一个有机碱，有机碱。什么有机碱啊？什么意思呢？它是在条件当中，在有机相里面可以扮演碱的角色。它跟什么碱不一样？一般你在之前所学过的碱呢？所使用过的碱，大部分在跟你讲 sodium hydroxide 啊 potassium hydroxide 啊，这些是比较这个窄义的这个碱，对不对？它是在水溶液里面会释放出 OH2 hydroxide ion， hydroxide 再去做这个把它氢抢氢的这个动作。这边所使用的是这个 Lewis Bass， 这 Lewis Bass 里面的这个氮呢，它并没有在水溶液中产生 OH， 但是呢，它是可以扮演着去进行提供电子的角色，这不就是 Lewis Bass 的基本定义吗？它提供的是一个电子出来哈。然后，上次跟大家讲过，这个地方放三个乙烯元是什么？三个乙烯下去会去增加它的立体障碍，所以呢，它不容易做 nuclear， 不容易打，不容易打哈。所以这种叫 Bucky 的叶酸电子的 species， 它就可以扮演是比较好的碱的角色，比较好的碱的角色。好，这边是氧化的部分，这边是氧化的部分哈。然后部分很重要，要把机制这边要看清楚啊，是怎么进行的。也是上礼拜跟大家讲的哈。那第二个我们还有记录，有了氧化，我们就可以把想法再往下延伸。我们要什么样子呢？去对这个 alcohol 呢去做所谓的还原。事实上，我们是怎么样去把这个 alcohol 呢的 OH 给拿掉？怎么去把这个 alcohol 的 OH 给拿掉？第一个想法呢，是可以去进行一个这个 acidic dehydration。我们拿掉的是一个 OH， 对不对？假设说我今天拿到的化合物是长这样，我希望呢，最后呢，我可以得到这样子的分子，从一个 cyclopentanol， 要把它做成是一个 cyclopentane。那我怎么去做它？要把 OH 直接给拿掉。要把 OH 直接给拿掉，这个过程。所以第一个想到的是，这个 OH 在什么条件之下它会离开这个碳上面，想办法让它变成是离去基嘛，对不对？想办法让它变成离去基嘛。
所以我把它算成是一个好的 liquid。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我让它呈现在一个酸性的条件之下，条件之下哈，给它酸，给它水，所以呢，它的第一步就会做什么动作？刚我看到这一个分子碰到的酸，在水上条件下，你认为会做什么事啊？其他这些碳啊、氢啊，会不会受影响？不受影响，由谁来发生反应？由 OH 上面的 non-bonding electrons 做一个 protonation。做一个 protonation， 对不对？做 protonation 之后呢，它要怎么离去啊？事实上呢，这是要两步。我们学过对不对？如果是在一个酸性条件之下，这边是一个好的 liquid， 这时候呢，旁边就会进行一个 beta elimination， 去得到一个这样子的东西，这个产物。如果我说的是，那我是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啊？这边是一个好的 liquid 啊，我怎么从这边直接做到这里？以我们所学过这么多的有机来看，你觉得要怎么做？我要把这个都不去想这件事情，我要把这个好的 liquid 拿走，代表我要引入什么东西？我要得到它的话，我要得到什么东西？勇敢的讲，啊？什么 ？base？ 什么 base？ 我要把这个分子做成它，所以表示什么？我是把这一个水分子给取代掉，用谁取代它？氢 hydride， 对不对？我需要一个 hydride source 进来，所以就是要想法，就觉得说，那我就拿个 hydride 进来了。hydride 不简单，我们学过这么多 hydride， 一点迷茫。哦，你学过很多 hydride， 对不对？有啊 ，sodium hydride， 对不对？还有什么 ？lithium hydride， 还有什么 ？NaBH4， 还有 LaH， 这些都是 hydride 啊。我们这里不是刚学过还原吗？从 LDHD 都怎么还原过来？是不是告诉你很多 hydride 的来源？可是问题是我们今天反正就是什么？是酸性条件在水里面，这些 hydride 进来要干什么啊？跑去跟氢抓一抓就好了，干嘛来抓？跟你发生反应，对不对？所以不行，它一定会先得到这样子的大波浪产物出来。可是从这边到这边能不能做啊？当然可以，利用氢气在 platinum or palladium 这种条件之下，不就做一个 hydrogenation 吗？就把这个双键给换成单键了。所以这是一种做法，有听懂我刚才讲什么吗？我们把这边创造成是一个这个好的 living good， 这个没有问题。所以理论上来讲，我应该可以引入一个 H 负，踢掉我的 living good 之后，我就得到我这个还原产物了。可是我们现在做的是一个酸性条件下去做这个 activate 这个 OH 的过程哦。所以我有酸又在水溶液里面，它就是一个酸性水溶液啊。你把你那个带有 H 负的东西进来 ，H 负的东西是什么？本身就是一个碱啊。它除了是一个另外一个还是一个碱，它一旦碰到了你这个酸的条件，它就 quench 掉了，产生什么氢气就跑掉了，所以不可能在这种水下条件去做这个事情，对不对？所以必须要转一个弯，做两步的反应。所以呢，这个反应实际上是要两步，先做成一个大波浪之后，再利用氢气，在 platinum 或者是这个 platinum 这种金属之下去做了一个氢化反应。这叫 hydrogenation， 这是我们在第八章有跟大家讲过的反应氢化，怎么发生的？不要恍惚我了。钼点跟钼点是金属块材，氢气会贴附上去，你的双键也会贴附上去，氢气再交这 H 再交换上去，就完成氢化的过程了，对不对？这是我们在第八章教你的事情。好，那如果其他太麻烦，我们旁边怎么做啊？想法上是正确的哦，我只要把我的这个 OH 把它做成 living good 之后，我就有机会做这个动作，对不对？刚实际我们用酸性条件下去做，所以我用进来的 H 负碰到了酸性条件就会困去掉，破坏掉了。好，那我今天如果不要做这件事情，那我该怎么去？这个我喜欢说，先把它给做成大波浪，再做成还原的过程。那我该怎么做它？我是不是可以尝试的？把它
做成另外一种形式的 living good， 做 TS chloride。 什么 TS chloride？TS chloride 的结构长这样。叫 para toluene 叫 toluene chloride， 长这样。它呢，打上来踢掉这个 chloride， 它是不是就接成了 ods？ 好，这个分子叫什么？这是 TS chloride， 这所谓 TS chloride， 全名在这里叫 para toluene chloride。 好，我得到它之后，这个条件呢，都是在有机溶剂里面做的，所以环境当中不是用到酸性水溶液哦，它有机溶剂在当工作的哦。好，做完之后得到这个 OTS， 得 OTS 之后呢，你就可以利用我们所学过的 LH lithium aluminum hydride 进来，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 hydride source 氢护的提供者。记得吗？这个应该两个大件事情而已哦。长什么样子啊？长这样。这是它的条件，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其中一个 H 呢和 H 负的方式可以提供出来。然后它相较 borane 来讲，它是比较强的这个试剂，相较受力光那个来讲是非常低。为什么？因为它的贴附度比较小。对不对？ Borane 的话是 2.04 嘛，这个大概 1.6 左右，所以这个是比较强的试剂。为什么？是 H2 比较强，所以要被进攻出来。OK， 所以你用 LH 进来之后呢，它就提供一个 H2， 这个 H2 呢反打过来，然后踢掉这个硬棍，你就会得到这个场景。所以这两个地方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我做的时候，这个地方是用水当溶剂。是用水当溶剂，然后呢，这个地方呢，你是可以用 heavy solvent， 比如说你可以用 THF 当溶剂，这个也可以用 THF 当溶剂，里面没有含水，没有氢，只是来源，它不会去影响到你这个 H2 的这个反应性，这边只是用水，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进行这一个 OH 的 remove 的时候呢，一个选择性。一个可以使用的选择性哈，好了，我们现在已经把一个 OH， 怎么把它的 OH 氧化成是一个 carbonyl C O double bond， 怎么把这个 OH 给拿掉，变成是一个 CH， 把 COH 变成 CH， 也告诉你了。接下来要告诉你的是什么？我这个 COH 还可以再做转换，把这个 OH 呢换成是什么？黑啦，卤素。换成卤素说是有更多的选择性可以使用，对不对？我还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啊！我可以用以前在 AKH 所使用过的反应，都现在继续做下部的这个反应，可以做一些更多的这个官能激化的过程。所以呢，接下来要告诉你，我要怎么样子把这个 OH 基团转换成其他的卤素的取代剂。化学有机就在做这件事情，不断的把你官能激换来换去。为什么换来换去？目的只有一个，你会有一个你的 final goal。你想要做出什么东西？我要做这东西过程当中，你会从你有限的起始的试剂开始往后做起。这是做化学的人挑战性高的地方，对不对？比如说这个有一些很有用的天然物，大家都知道一些很重要的这个抗癌物，像 Taxol 紫杉醇，它是不是很难合成，很难取得，这价钱非常高，使用的这个机会就不大。为什么？因为它的量不够多，所以要靠有机合成的方式去做它的时候呢，步数太多，而且太多的这个力化学的掌握不容易进行，它的成本就非常的高。比如说这样更简单的，这个几年前曾经很这个需要的、需求量很大的这个托米普克流感，克流感在当初需要的时候呢，用量也很大，但是呢，这个制程的部分因为受限到这个
原料的来源，所以它的制程没有办法那么快，所以当初大家也很多实验室一起进来要去这个改善它的制程，能够很快速的拿到这个特有感的这个药物。可是特有感药物它的实际上最后现在的来源还是来自于这个一开始的技术，还是来自于天然物，来自哪里啊？八角，从八角萃取。你别想说，所以那个时候大家都听一半听一半，八角萃取，结果后来就有人开始每天吃八角。那是它的前驱物。我说可能做到后面特有感，它需要十几步，它第一步是八角，那你吃八角干嘛？你身体又不会去帮你制作出来，对不对？所以它是把它给拿出来，从八角的一个原物料去拿出来之后，以它为前驱物，开始往后去进行合成。这是做合成的人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关键，你要怎么从天然界去取得你大量的这个化合物，然后你容易取得的，从那边开始做起。好，我们不晓得有没有时间跟你讲这些，但是我们希望到最后有一节课时间，我可以跟你讲一讲一些大分子天然物的合成的设计的策略，你要怎么去合成它。好，这是一个这个我们在学习自然界哈，比如说像八角这件事情，好了，后来不是量。这个用量没那么大嘛，然后实际上后来发现哦，八角这个东西它要种哦，实际上是还 OK， 所以在印象中，在几个我去中国大陆种了很多。这个起来之后，那个原物要取得哈，至少要前驱取得就比较不是问题。那你后面发展的这些方法呢，从更前驱物去做的时候呢，哎，你会发现合成的步骤更多了，这个效益不见得更好。好，所以这是一个合成的策略的选择，你要从什么可容易取得的这个化合物上面开始往后去做延伸哦，这是一个设计。当然有关系到一点点的 business 哦，你要怎么去取得，然后去降低你的这个合成的这个成本哦。好，所以下面我要开始告诉你呢，你要怎么样把一个 OH 的这个基团 hydroxy group 呢，把它转化成是这个卤素的取代基哈。进行这个 AQ 黑奶的这个合成，要怎么从 OH 这个做过来哈？这是简单的，从这个 hydrohalic acid 做过来。像氢氯酸啊，这个不同的氢溴酸啊等等的 HCl、HB 啊，这些做过来哈，要怎么从它慢慢的这个做过来呢？加 HS， 这个 S 呢，基本上告诉你的是 BR 跟 chloride， 溴跟氯，氟呢不会这样子做它。因为氟，第一个氟的，我们先跟大家讲过，你氟打上去，第一个不好打，第二个它也不好掉，它不是一个很重要，不是一个调用在这个 AQ 黑来这边的一个可用试剂。而且呢，hydrogen fluoride 是一个非常毒的试剂，非常毒的试剂，氢氟酸哈，这是一个这个早期是不清楚，后来这个早期哈在玻璃工厂里面用了很多，然后那时候不清楚它这么毒，好，实际上氢氟酸非常非常毒哈，所以将来如果在不同的地方，你碰到氢氟酸的话，哦，自己要特别小心，非常毒，非常毒。哦，如果说是这个没有稀释过的，那更危险了。那氢氟酸一样会挥发哦，所以会有气体哦。好，哦，所以基本上到一个实验室去哈，看到一个药品哈，而且在教学实验的研究实验室里面看到这种药品，那药品如果一袋又一袋一直装，一直掏塑料袋，你要自己小心一点。还会怕它会有一些漏啊，或是怕它会有一些这个气体溢散的这个情况。好，哦，但是这个氢氟酸确实很问题很大哈。氢氟酸那个在一年前、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次事情，在基隆港外漏了，然后送进来运输槽外漏出来之后，大家不知道怎么办。啊，氢氟酸实际上是很毒的，虽然挥发性很高啊，这样才危险嘛。挥发出来之后，你那个瞬间你的 ppm 就会拉得很高。啊，氢氟酸它处理的话，其实方法没有很多，到现在方法还是没有很多，顶多只能加这个casein。chloride 是 calcium carbonate， 有点忘了，让它产生沉淀。
好，把它给移除掉而已。好，但是休伯顿这个试剂呢，这个在半导体厂，如果你将来你会有人到半导体厂，你会发现休伯顿在半导体厂还是重要，拿去洗这个 silicon wafer 哈，还是拿来做清洗衣用的。所以这些处理跟它的使用上呢，都要特别小心哈。好，如果是这个阿克红呢，碰到了 HS 之后会做什么事情啊？它呢，一样啊，做 protonation 嘛，跟刚刚讲的都一样，就先做 protonation。做 protonation 之后呢，它有两个可能的机制，这个你们应该都很熟悉了，对不对？两个可能的机制，它遇到的 S 负。直接去进行了取代的这个过程，这个叫什么反应啊？叫 SN2， 对不对？那它有可能什么？产生了一个阿振，然后这时候你的这个 liquid 才进来，我们这个黑的才进来。然后呢，得到一样得到 RX， 但是呢，你这边走的变成是一个 SN1 的 reaction， 所以 SN2 SN1 啊，这个会跟着你一年的，会跟着你一年的。这些反应哈，我们最后你的反应，我拿掉了很多比较细碎的反应了，可是我教你的反应都是很重要的，就是你会是跟着你的。好，在你至少一年的学习当中，你会是碰到它的。有一些比较碎小哈，这个琐碎的东西，我会先把它暂时先不上它，但是。重要的就是跟你讲，你一定要记得去忘记了，而且要反复的去看它。你要去了解到 SN2 SN1 它的关键在哪里？在哪里啊？什么样时候会走 SN2， 什么时候走 SN1？ 要看我的 substrate， 以及要看谁？要看我的 nuclei 板，看我 nuclei 板。我的 substrate 呢？一级。倾向于去走这个 SN2， 三级倾向于去走 SN1， 二级有可能会走 SN2 or SN1， 还记得这件事情吗？有的点头点头，大家就表示真的还记得，二个就模模糊糊，要记得哦。SN2 SN1 在什么地方？ SN2 指的 2 指的是 bimolecular reaction， 所以是两个分子要同时碰撞发生反应，表示什么？我的受质要很容易让 nuclei 打进来，就表示是一级的容易。为什么一级的容易？旁边力障小啊，对不对？三级的呢，旁边力障很大，所以 nuclei 没办法直接打进来，可是呢，它可以让我的 leading hood 先一步先离去，产生 carbon cation， 所以三级的容易走 SN1。那二级的很难判断啊，二级难判怎么办？你可以看你的 nuclei 板。当我的 nuclei 板是好的 nuclei 板的时候，我就容易去进行 SN2。当我 nuclei 板是不好的 nuclei 板的时候呢，我就比较容易进行 SN1。你进攻的能力好不好嘛？对不对？那当然这些都会混杂到什么 ？elimination 消去反应的发生的可能性，消去反应发生的可能性。OK， 所以往下来看下来哦，以 nuclei 板来讲。它的能力来讲，锈跟氯谁的这个 nucleophilicity 会比较好啊？谁比较好？啊？谁？当然是锈，对，当然是锈比较好，对不对？不能忘记哦，当然是锈比较好。为什么锈比较好？啊？哎，很好，不错，这是什么 polarity 的？这个效应，它极化能力比较好，比较瘦，比较大颗，所以呢，它会有 size effect， 它是个大颗的，所以在卤素里面来讲，你的 nuclei 板是点大过锈大过氯，对不对？以 living 的角度来讲，也是点大过锈大过氯，就是我们讲到这个 nuclei 板跟 living 的这个过程讨论的事情哦。好，如果我们这样的概念呢，我们往下来看，如果我拿一个分子。我拿个分子，我要来进行这个一个取代的这个过程，我要进行取代的过程。这个取代的过程呢，
我可以用这个 hydrogen bromide 或是 hydrogen chloride 来去进行这个反应。那第一步呢，一样，得到 photonated 的这一个中间体。然后呢，以氢溴酸来做的是以溴打进来，以氢氯酸来做的是以氯打进来。然后呢，我们要进行这个产物的生成。进行这个产物的生成，得到溴跟氯的取代的过程。它在前面呢所使用的过程机制都一样，唯一差在的地方不一样在哪里啊？唯一差的地方在哪里呢？是他们两个的名字，唯一是nucleophilicity， 溴是大过氯的，所以我的反应速率溴也是要大过氯的，溴也是要大过氯的，这变成是它的天生的限制了，对不对？我如果去做一个氯的取代，单纯的以 hydrogen chloride 跟 hydrogen bromide 比较的话，是 B 亚的速度会远大过你的氯的这个取代的这个速度。好，如果在这条件之下呢，我想要去改变，我想要去增进这个 chlorination。这边提供你一个试剂做法，它呢是利用这个氢的酸性条件之下引入了这个 zinc chloride， 好，引入了这个 zinc chloride， 在 HCO 条件，氢跟蓝色 HCO， 这样子的反应试剂呢，我们给它名称叫做 Lucas 原理 ，Lucas 原理，我们利用了。在衍生水溶液里面的这个氯化锌 zinc chloride 进来之后呢，它呢会扮演的这个酸的角色，然后呢让它提炼循到你的氧上面去。这件事情啊，你这个锌是在过渡金属，对不对？所以呢，它有空的轨域啊。在条件之下呢，你的氧呢会把电子提供出来给锌，它对它拉电子能力特别好。为什么？锌比氢来讲，它电镀是更小，把电子一直往那边，就是会更不喜欢排斥，然后它会更缺电子，它会缺电子的状态，会一直把电子往那个方向去拉，所以地方会变成缺电子。像我们讲过的叫 Lewis acid，Lewis acid 代表意义是什么？它代表是它是一个缺电子状态的空轨域。所以我既然是空的，我就有一个轨域可以让你填进来。那填进来的过程当中，它就可以帮助去把这个氧的缺电子状态给提升上来，让它更缺电子。然后呢，我得到状态之后呢，本来在我电当中的这个氯 ，HCl 的氯就会进来，进来呢，去攻击到你的碳上面去之后呢，取代掉它。所以我们是借由这个中间体的存在去提升了这个离心的离去的能力，让它提升了它离心离去的能力，然后呢让我的氯取代进来的这个速度呢是加快的。这样子的条件的这个发生在不同的这个级数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因为我是增加的是它的离心离去的这个形象，我增加的是氯离去的形象，所以我这个受值的部分，我这个受值的部分呢，在三级的受值跟二级的受值呢，
被影响的程度是比较高的。为什么？我的绿本身的亲和性能力还是不好，对不对？我并没有提升我的优先性能力啊，我提升的是什么？我提升的是我的 living good 离去的能力啊。所以能够被影响的是走 SNY 的这个机制，比较容易被影响。所以如果是三级跟二级的，你用 Lucas Region 它会有比较明显的这个反应性的上升。可是呢，你如果是一级的呢，它还是以 Lucas Region 来讲，它还是相当的反应还是不好的。它是一个不好的反应。为什么呢？你若是一个一级的这个化合物，比如说这边，如果是一个一级的水，这是一个 Propano， 碰到了 Lin Chloride 在盐酸的表面之下，它会做什么事情？它会得到它，这时候呢，你要靠的还是要以氯打进来去踢掉它的过程。但是你的氯本身的亲和性能力还是不好啊，因为你并没有提升到你的氯的亲和性能力啊，你是加强了你的这个离去氢的能力而已啊。所以对一级的部分来讲，它的影响效果很有限。可是对 SN1 来讲就不一样哦。SN1 是什么 ？SN1 的反应速率决定步骤在哪里啊？是你的第一个动作离开的这个过程。所以当我这个living good 被加强了之后，事实上我就很有效的去加强了我的第一步的离去，得到方克莱昂的过程，这时候我的氯就没那么影响性的决定性的影响。所以这是他使用这个试剂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过程。你要去想一个问题，我已经讲过，我要去改变一个反应的反应条件，或是改变去增进它的时候，你可以选择是让介电子人变得更缺电子，你可以选择什么？让提供电子那个人有更多的电子倾向。但是你要在它的关键点上去提供它，比如说它今天是让缺电子的 intermediate 先发生，然后你要想办法让它更容易产生这个cation的这个过程。所以这是在设计 Lucas 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过程哦。所以当我们在看到这个反应发生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说我要对一个这个醇类的分子alcohol 的分子要去进行一些卤素化反应的时候呢，你会遇到这个很多的这个问题你要去遇到很多的问题，会遇到哪些问题呢？在一级、二级的反应里面呢，相对反应速率还是比较慢的。为什么？你在一级的里面要走 SN2， 在二级里面它部分还是要走 SN2， 在三级的部分呢，它一定会走 SN1， 对不对？它旁边也可以去稳定它方克莱昂的生成。所以，当我要去做一个 coordination 的时候，在醇类里面来讲的话，一级、二级的还是遇到问题，尤其是一级的，它的反应速率还是比较差哈。第二个。它会，如果你要用一些比较 harsh 的条件，比如说你要加热啊，你要做其他动作去加速反应的话呢，你会遇到什么问题啊？competitive diminution， 你会遇到消去反应的竞争，这个跟我们以前有学过的，对不对？遇到消去反应的竞争。第三个，你会遇到。这个不是只有在 hydrogen chloride 这个是让 for all 的 hydrolytic acid
你要这个在操作它的时候呢，你若生成了 Common Chiron， 它就会进入这个我们以前所学过的这个 Common Chiron 的原理，太阳离子的重排反应，它可能得到一些你不要的这个产物，对不对？第四个。要先得到这个反应的过程哦，这个很活性很高哦，所以很不容易去进行，去得到这个AQL 来，不容易得到它哦。你在使用这些HI 啊什么去做它的时候呢，你一旦生成了这个 I 之后，环境中的水可能就打回来了，好，所以是一个活性高的物质。那我们怎么解决这件事情呢？就可以利用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试剂哦，我们把它称之为它是一个这个 phosphorus halide。然后呢，它就可以来去这个取代掉目前所使用的这一些 HBr 啊、HCl 啊、HI 的试剂。这些 HBr、HI、HCl 的试剂呢，都是水溶液的试剂，对不对？所以你去想，如果我要去制备一个这个 AQL 的，你要从 HI 做过来，你要从 HI 做过来的话，它会遇到什么问题啊？到达 HI 之后，你就得到一个 RI， 这个 RI 可能遇到环境中的水，水又打回来，变成一个平衡了。所以你很难拿到一个这个单纯的这个。AQO iodide， 这是跟你的反应条件当中你所使用的试剂、你的溶剂都有关系哈。好，那如果我要去避免这些问题，我该怎么做来去避免这些问题哈？我们先来看看我刚刚所跟你提到的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产率已经跟你讲过了，因为连续你所学过 SN 跟 E 就是一个竞争的反应，对不对？问题很大问题在哪里啊？来自你的 rearrangement， 你的太阳离子产生一个重排的这个结果，你没办法得到你要的这种 OH 的辅助取代。比如像什么例子呢？如果我们给你一个例子，这个在这边哦。那你要怎么去做它？你说很简单啊，这个是一个阿克红嘛，那就循着 HBr 嘛，反正 HBr 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啊。那我们试试看 HBr 会做什么事情。如果我碰到了一个它去波嘛，这是一个酸性条件，水溶液对不对？这个分子碰到了它做什么事？这是一个水内分子哦，做什么事啊？对，该抓轻的就别客气了，对不对？我抓了这个氢之后，在 Br 的条件之下，下一个动作会做什么动作呢？得到它，会得到它。你生成了一个 carbon cation， 那这时候理论上就是让你掉下来这个锈水，
这时候呢，你恒定当中的秀是不是就直接打进来，然后呢就得到它了？不会嘛？不可能直接这样子走嘛？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二级的 carbon carrier。我如果隔壁的 methyl shift 过来，进行一个这个 aq shift。我们就讲 methyl shift 更清楚一点。做一个 rearrangement 重排。这是能达到什么？然后这个中间体，对不对？你就从一个二级的 carbon cation 变成是一个三级的 carbon cation。我们跟大家讲过，在这个 AQ head 那张跟大家讲过，当我的反应中生成了这个 carbon cation 之后，它如果经过 hydration AQ shift， 它可以让它的这个级数上升，从一级变二级，或是二级变三级的话，它会让它的稳定性增加，它就做这件事情。好，我转移过来之后呢，这时候 BR 才进来，所以知道场是什么？跟你要的一样吗？不一样哦，跟你要的不一样，这是经过重排过的产物，所以这个产物是经过重排过的 rearrangement product。这个 hydrogen chloride 的时候一个必要的过程哦。为什么我这边都是可以化成是 SN1 的反应啊？我们讲过一件事情，我要走 SN2 的时候，反应都是需要什么条件？好的 substrate 配合好的 nuclear， right？ 这样条件之下表示什么？你的 nuclear 要很强，它是一个富含电子而且是攻击性强的，所有的酸性条件之下都很不容易进行它。为什么？刚才在告诉你什么事情啊？我都有提供这个缺电子的中心给你 ，proton 给你。所以都会削弱你的 nuclear 的攻击力，所以当我的受值是二级的时候，它就倾向它去走 SN1 的反应了。所以在酸条件之下的时候呢，你的攻击力已经很弱了，这时候呢受值又不好，所以如果你的受值是不正确的，又在酸条件之下，它要进行 SN2 完成取代反应的过程中就变得很差了。再听一次哦，一般来讲，我们告诉你说 chloride 并不是一个全然很差的 nuclear， 对不对？它还是一个 OK 的 nuclear。可是为什么我们说在 HCl 这种条件下都很难做？因为在酸条件之下，酸条件之下都会倾向于去 reduce 的 nuclear felicity。为什么？它都有 H 正在里面了，所以都会去稳定住你的那个多电子的那个 species 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反应就会被这个降完。那我若是二级、三级以上，它是不是就倾向去走 SN1 的反应？因为反正你的反应条件下是这个。prefer 让我去走这个条件。另外一个，我们如果从容器角色来看这件事情，我的容器所使用的是一个 polar solvent 的时候，它是不是也会去进来去帮助稳定你的 carbon cation 的生成？这是我们所学过的嘛，在 SN2 跟 SN1 里面 ，SN1 里面生成一个碳氧离子，我的容器如果可以提供质子的时候，这个质子跟这个 polar solvent 就会进来去帮助稳定住你的这个 carbon cation。另外一方面呢？这个质子溶剂呢，会去包住你的 nuclear， 也会降低它的这个 living good， 会增加它的这个离去的这个过程，去这个 improve 你的 SN1 的反应发生过程。那如果你是二手 SN2 的时候呢，你倾向于你的溶剂是使用 aportic solvent， 为什么？什么叫 aportic？ 什么叫 aportic？ 一个是质子化，一个是非质子化。质子化指的是我可以提供一个 H 正出来的，我只要能够提供 H 正出来的，都会造成我 nuclear。会受到影响，受到什么影响啊？ nuclear 都是带有多电子的啊，它能带电荷不一定啊。我如果今天我的容器里面都是能够提供，比如像是纯好的，都能够提供这个氢的，它不去抓它的嘛？这个降减缓就是这个浪费掉它的这个延兄率群的这个特色，当然就降低了它去进行 SN2 这个过程。好，这是原因，为什么这个化学看的时候都告诉你它会生成 carbon cation。再往下进行，
好喽，所以我们已经告诉过你，如果我所使用的是一个 hydrohalic acid 进来做这个取代表面的时候，你必须要有心理准备，要承受这个重排的过程。那我要怎么去做到不经过重排？然后呢，我可以直接聊这个产品，所以等一下我要告诉你，我要怎么样不去经过重排？然后呢，这个就是要得到它，直接把 OH 换成是 BR 的过程，怎么得到它的？那我要继续讲这边哈。我们刚同学在讲到这边哦，你会发现又开始讲很多 SN2 SN1， 那是因为这些反应中就是 SN2 SN1 会一直跟着你，一直。你如果学得好，你就觉得真好，就是一直在看这些东西，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你如果那边观念不太清楚的时候，你就觉得一直在纠缠你，不断的又回来再跟你阴魂不散，不断回来再跟你这个咯咯咯一样。可是你要想一个问题哦，这些很多的观念 ，SN2 跟 SN1 的反应。我们刚看到这个二级的过程、哦、我所使用的是这个 ICO 或是 HBR 这样子的 hydrohalic acid 的时候，它所使用的通常都是水溶液状态，对不对？不同的浓度水溶液状态。所以当我使用的是有这个 portic solvent， 也就是说我含质子，尤其是水的时候，它会做什么事情、啊、如果我是一个质子溶剂，遇到一个 alkyl halide 的受质，然后呢，我产生一个好的 leaving group， 就像刚刚看到的这个 H2O 的 leaving group 这样子。会帮助你去进行什么动作？水进来的角色扮演两个，一个是什么？我的水里面是不是有氢 ？H2O， 我的氢呢会去跟我那些对白的电子抓在一起，所以叫锁边群。简单讲，我叫溶剂化，对不对？它会把那个你想象得到啊，就像好像是一个炸弹一样，这个炸弹旁边又被东西把包住，它的威胁性就降低了。然后呢，它的氧的部分，氧的部分又去提供一个这个 electron rich 一个 dipole 去稳定住那个 carbon cation， 所以等于是把什么？把你的 R 跟leaving group RS 给拆开来 ，R 跟 U 给拆开来，它就容易帮助它进行 SN1。那到一级的时候，你就变得很困扰。为什么？比如我刚刚讲到一级你要做氯化的时候，为什么一级做氯化非常困难？第一个，氯本身已经是一个没那么好的氯化反应了，对不对？那你做在一级条件之下，它又不可能进行 SN1 的反应。为什么？一级要做 SN1， 你得到的 carbon cation 那一个不稳定性太高了。所以不可能去走一个一级的这个 SN1， 在一级还要只能走 SN2， 那在 SN2 条件之下呢，你既然是已经不容易生成这个 SN1 整个 SN2， 这时候你的 nuclear 的能力就变得很重要，你要越强越好，对不对？所以你的 nuclear 能力太弱的时候，它就越难进行这个直接的取代反应，直接取代反应。这是我们在讨论到它的时候，所以我们刚刚给你看说，如果你今天是这样子一个二级碳二级的这个醇类遇到的 HBR 之后。标准动作得到它，然后它之后你会怀疑说，老师为什么它不要直接 BR 打进来，为什么要经过重排？两个机制嘛，你要直接打进来，造成你的 chirality 的 immersion， 表示你走的是什么 SN2。可是有条件走 SN2 吗？很困难。为什么？第一个，这个很容易离去，它是一个好的变故，很容易离去，对不对？你所使用的容器是一个 portic solvent， 是水嘛？你在这边做的话，通常你会说使用到一定会含点水嘛？它是有些 surface 你的 carbon cation， 然后会把你的这个 H2O 给带离开带走，所以表示什么？你会容易生成这个 carbon cation。然后这时候呢，既然我生太阳离子了，我就会去进行一个尝试，进行一个 rearrangement， 让我的太阳离子的稳定性提升，得到这个三期的机会。哦，我如果不做这件事情，我不希望它走这个路径，就是有很多的因素，我不希望它的离子那么容易离开。我希望强迫他去进行这个 SN2 的 reaction， 对不对？我不希望他去产生任何的 carbon cation， 不希望经过重排。这时候呢，就有另外一个这个很重要的事情哈，这种 phosphorus 的这个黑来哈，它就可以进来，然后来去进行这个是来去进行这个卤素的这个取代反应哈，它同时也去突破了，你没办法去进行这个 alkylation 的这个过程，它呢可以 in situ 去生成
这个重要的事迹 ，first is all that， first is all that， 这个是必须要 initial preparation 哈。什么叫 initial 啊？指的是说，你要在反应过程中让它生成，你不会把它做好存放出来，在那边做大事情使用，啊，因为它本身很不稳定，所以你要做这个反应，你要用到它，你就在瓶子里面直接做，生成完之后，你的下一步的试剂就丢进来开始进行反应。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所以因为有它的存在，所以本来你要去做 AQO iodine 利用 HI 很难进行的，现在这个也可以做了，所以突破了刚刚限制里面的第四个。接下来要告诉你的事情是这三个怎么去突破 rearrangement 的这件事情，怎么去避免这个 rearrangement reaction 的这个发生。好，这个试剂呢是可以在有机相里面去进行，所以你的溶剂水平就多多了，对不对？你要可以在有机相里面去进行它。好，我们一样选择做 formulation， first of all my， 其实这个反应也很好做哦。first of all my， 我加了这个 first of all my 之后呢，它会做这个什么动作呢？ for my 是一个这个好的 living good， 对不对？所以呢，当我的醇看到了它之后，它会踢掉一个博买的 IO， 然后呢，我把它画出来给你看好了，这个塑料这个中间体哦，这个中间体呢，理论上它是一个这个好 living good 哦，但是呢，它又不会这么容易离去，它不像这边的这个 H2O 呢，它马上整个直接脱掉离去。一个原因是什么？你可以想象得到，磷是哪一组啊？是五 A， 对不对？跟氮同组，所以你可以知道，在磷的上面呢，还有一个东配合存在。氮磷是 DB 嘛，对不对？所以磷呢是跟这个氮是同一组的。它旁边接上的键结呢，事实上它边还有一对的电子存在。这是很有趣的这个试剂哦。一般来讲哦，我的磷旁边如果接三个取代电子哦，常见的是什么？旁边接三个的话，那叫 tribunal phosphate。通常哦，磷接了取代性之后，三下的这种磷哦，它都是打别人居多，因为它带有很多东配，跟氮一样，都喜欢打人的。它反应性很好，为什么？因为它的旁边是它的这个叫受，对不对？反而要什么更好的？但是为什么这边会去接受电子啊？因为旁边接了三个溴，溴是会把电子给分散掉，所以开始可以接受电子哦。否则正常来讲，磷接了三个 A 溴的取代之后，它喜欢打人，喜欢去打人的。好，我踢掉这个溴之后得到它，你可以想象得到哦，这边呢会出现一个可能的共振，对不对？有可能的共振，会帮助稳定住它的存在，有可能帮助稳定它的存在。所以这时候呢，你环境中又不是，你这个可以用有机溶剂来去做它，你又不是要走 SN1 的机制了。这时候呢，你的溴就有机会呢，砸过来，然后呢，这个踢走这一个。试剂
然后你就会得到。这是一个这个突破它的这个方法，以强迫这个反应呢，来去进行 SN2 而不去进行 SN1 的过程，强迫做这件事情。这个跟什么很像啊？这个跟我们之前所学过，你应该有点印象，对不对？我们以前想过这个问题，怎么去做一些选择性的这个官能激化，在什么地方？在双键的地方。我问你说，我有一个双键打开来之后呢，我希望我的双键加成上去的 OH 呢是在特定的位置，不要经过重排。那有几个方法可以选择，你的选择是这个 acidic hydration 酸性的水合反应，一定经过重排，对不对？那你说不要经过这个反应的话，你可以怎么做？它要符合 Markov product， 你就是要用 osmoturation demoturation 去做它。你如果要选择去走一个 anti Markov 的 product， 你就要进行这个 hydroboration 的反应去做它。所以你看，化学从头到有机跟你从头到尾讲到尾都在讲什么？你要怎么选正确的位置？你要怎么做正确的反应？就做这件事情而已。目的都是为什么？因为我的目标在那里，我就是要去做到它。我要在特定的位置上放上特定的关联基。好，所以我要突破这一个重排的过程，我利用的这一个phosphorus tribromide 这个刺激进来，它可以在我跟你说的里面去做。做进来之后呢，我的 OH 呢会进一步被活化成。你现在有看到的这个状态，然后呢，因为它不会马上离去，所以我的锈就有机会呢能够打进来进行 SN2 再把它踢掉。这时候你的这个 carbon cation 就不会生成这个太阳离子的出现，我就避免了它因为太阳离子出现产生的重排的过程。所以使用 PBr3、PCl3、PR3， 我就有机会在特定的 OH 上面把它直接置换成是你的无数的取代剂。好，所以这个是接下来之后，你就有机会能够同时突破两个限制，一个是重排，一个是不能做 AQR 来。你以 HS 这个反应刺激来做的话，是做不到的事情。好，所以这是一个这个重要的反应的这个刺激哈。好，我们再往下看。好，所以你这边可以讲，它呢？它这边的这个路径，这边这个路径呢，它是prevent the formation of carbon cation 这个 intermediate 哈，它避免它发生，我们就有机会去控制，别让它产生重排的过程。所以为什么反应机制很重要？你做不了解反应机制，你怎么去设计你的反应，让它去避免生成副反应，或是产生副反应、产生副反应？所以反应机制真的很重要，就是在讨论这个反应发生过程当中的一个每一步每一步的这个状态哈。然后同学，你们在写那个笔记的时候写完回去啊，因为我写的时候哈是有顺序的，可当你写完之后呢是没有顺序的，还是一坨的，所以你自己要稍微标记一下。就是说，你来问没问题的。我说你看他的时候，你若觉得有疑问，你要来问。好，比如说这个，我可以我一边写一边讲，然后我告诉你说，那这个平衡存在了，这时候水进来困住掉它了，我就直接把水写进来。可是当你事后事隔个几个礼拜、一个月回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奇怪，怎么水这一步就进来了？实际上不是，我告诉你的事情是，整个反应走完之后水进来，然后把反应给结束掉、吹熄掉之后得到你的产物。好，所以这是你在看他的时候一个比较需要注意的地方。好，第三个重要的反应试剂呢，这个是一个很实用的反应试剂，是利用一个这个酸溶chloride。这是一个这个很
常用、很广用的这个反应式剂哈。我把它直接写成是一个立体化学的这个分子，然后画给你看。我们很久没有在画这些立体化学的，所以你偶尔还是要了解一下哦，看一下哦。这个分子呢，如果说我今天有一个二级的这个 OH 分子，我要去进行一个这个 coordination。我进 coordination 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讲过方法没几个嘛。刚刚的这个 hydrogen 的这一种 hydrochloric acid 氢氯酸，对不对 ？HCl 去做它的时候可以做，可是反应性很差。你用 Lucas reagent 反应性也没那么好，尤其在一级、二级的反应性没那么好。那你可以用 PCl 来去做它是可以的。那你要有什么反应？你要什么选择性？但是你用 PCl 去做的时候，这个左边那边的路径，那你说还有什么反应性？你可以去做出这个氯的取代啊，这提供你另外一个可能的取代，而且它的取代出来的这个立体化学是 retention 的，也就是说，我们之前所学过 SN1， 你如果是一个 RS 的化合物。当你做完 SN1 之后，你本来是 R， 做完之后呢，如果你取代上去的这个 priority 是一样的哈，过去的话呢会得到 RS， 两边都有，因为它是在一个平面的，所以你会从上下去打。如果是 SN2， 你本来是 R 的，做完可能会变成 S 的，因为你的 structure 是被 convert， 对不对？可是没有一个方法告诉你，你可以本来是 R， 做完还是 R， 没有这样子的化学。这边告诉你第一个，我从 OH 做成氯之后，它得到的还是一个。一开始是 R， 后面就还是 R。好，这是一个反应很重要的条件哦。啊，这个是 RS 看不看得出来？可以的哈、哦，这个是最小的，这是一二三，这是一个 S complex， 对不对？好，我们来看它。如果这个试剂碰到了 sodium chloride，sodium chloride 的这个结构长什么样子呢？它长这样，长这样。碰到了它之后呢？这是缺电子的吗？为什么缺电子？因为氧跟铀 2.6、3.2， 它会有一个共振，这是缺电子的中心。但是旁边接了两个氯，又是高电负度的，这个非常缺电子，所以这反应性很强哦。这是一个很强很强的反应试剂哦。OK， 打上来之后呢，会得到什么？然后呢，这个 O 负踢下来，打断掉。林果说老师，你怎么会打这边踢到这边？他为什么不打下来之后踢到这边？会的，也是会的，那就回到这边而已了，对不对？他就回到这边而已啊。可是这边如果掉下来之后呢，他会做什么动作？我掉下来的 chloride 呢，这个 chloride 呢，会再去 deprotonation。把这个氢给抓走，所以你会得到什么？得到它，会得到它。会做一个反应哦，有点奇怪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呢，它如果是在二级、三级的时候呢，它是有可能存在一个过程嘛。但是我要告诉你，这是一个这个平衡的过程。然后呢，这个会断掉，这个会断掉，断掉之后呢，是什么？生成它，
生成他哈、哦。我为什么画这么靠近呢？就是因为呢，他们两个呢其实没有分得掉，我们把它叫做是一个 ion pair。这两个呢虽然它要掉，但是呢事实上呢它是存在一个很靠近正负电荷抓在一起的状态，没有真的掉。然后呢，当我的负电荷打反打回来的时候，这个氯呢就直接打过来，接回去它缺电子的这种状态，就不影响它的力理化学。得到它，然后呢，这边就是以 SO2 的方式离去，所以这个地方本来氧是超前的，做完之后这个氯还是超前的。它得到的是一个 retention 的，而且是 exclusively retention， 完全都是 retention。这个反应呢，我们把它叫做 SNI reaction， 叫 SNI reaction 哈。Intramolecular， 这个 I 指的是 intramolecular， 分子间的 substitution reaction， 分子间的 substitution reaction。这个反应呢，如果是在一级的条件，这个是在你大二里面所学到唯一一个 intramolecular SNI 的反应吗？它如果是一个这个一级的反应条件呢，理论上呢？它呢，就有可能是没有掉，直接会直接攻打过来哈。它在这个地方哦，如果它是一个一级打口，比如说呢，它是比如说是这样。这个时候呢，它的反应过程呢，会是同步骤的发生，它的灌键跟沉键会同一个步骤发生，所以它没有机会去转换它的方向，没有机会转换它的方向。我说是有点难接受。这个反应呢，事实上是做完之后才发现的，它的这个立体化学是没有经过转变的，是完全有天选的。这个目前为止也很少见，这个试剂凡是用这个试剂做的，都会看到这个状况。啊，这个试剂哦，很好用，很广用哦，在我自己实验室我们也常用。但这个试剂唯一的麻烦就是呢，它这个做完之后呢，这个会产生很多的 HCl。很多的 ACO 的气体，所以它味道很不好闻，而且它这个腐蚀性。那做完的标准动作就是把它抽干，把这试剂给抽掉。抽掉过程中又很伤机器，好，所以这个试剂虽然好用，但它事实上有一些使用上的一些不是那么容易操作的地方。好，啊，这个反应做它的时候呢，它一个瓶子打开了要很小心，因为打开了就一大堆蒸汽就跑出来，一大堆 ACO 蒸汽跑出来，你可以想象得到吗？这个试剂都碰到水汽哦，水都打上来。早上来说，这个上去现在踢掉一块血，踢掉 CL，CL 就回来抓水，就变成 HCl， 气体就出来了。所以那个试剂那是液体的哈，那个试剂里面永远都是这样子，打开就是永远都有气体。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的这个sodium chloride 打开来都没有气体，表示你赚到了，对，表示那罐坏掉了，哦，很容易坏掉，很容易坏掉。所以原则上你在使用它的时候会大概有个感觉，就是它冒蒸汽的时候，因为你瞬间打开之后很多水汽嘛。好，所以使用它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这个危险性的哈。好，我们来看哦，这时候就口外去进行 coordination 的过程哈。这个反应发生的过程当中的条件是怎么做的呢？当我把我的醇类碰到 sodium chloride OH 打上来之后呢，会得到
这一个过程都没有问题，对不对 ？TICL 得这个中间体，这个中间体呢，理论上它也会是一个 living group， 而且的特色是什么？当我一个 UQ 板打进来的过程当中呢，我会让我电子重排，好、哦，会让电子重排，重排过程中生成 SO2 跟 CO2 掉下来，理论上是一个很好的反应，而且理论上呢，它有可能会走 SN2。可是实际上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如果我的 substrate 是二级的，或者是三级的条件，我这一个 SO2CL 呢，它会有点像是 dissociation， 像断掉一样，它没有真的断，然后呢，产生一个正一个负，但这个正负呢还是刷在一起的，有点像离子键这样子。那代表什么意思？因为呢，这个正负还抓在一起，所以呢，这个键并没有真的断，它没有真的断呢，就不会踢下一个 free 的 colon， 不会踢下一个自由存在的那个 colon， 这个 colon 就有机会反打从外面打回来。所以，我整个反应的发生会这个区隔在什么地方？是我的这个 O 负呢，真的进行重排，表示什么？这有真的要断掉了。可是重排这个电子一打过来，这个率就直接打到这个地方，就是什么？它没有机会生成一个平面的状态。本来我们那个一个 SP3 的碳都是 H1H9 对不对？那一般来讲，我们讲它如果是 SN1 的话，是 living group 离去掉，打成平的。打成平的之后呢，我那块可以这样子打，可以下面这样子打，产生的 retention and inversion 的 product。SN2 是什么？我的 living group 是这样， living group 在这里，我的 nucleophile 从背面打进来，再把它踢掉。可是我今天走上面 product 说是怎么样？我的 living group 是在这里，我的 nucleophile 还跟我的 living group 绑在一起。所以它能够发生的事情是什么？是我的 living group 发生踢掉的过程中，就顺带让我的 nucleophile 也同时产生。它还没有机会产生平面的时候，它就直接再打回来了，做完这个动作。这是在二级三级这样子产生这个所谓的 ion pair 彼此对的可能性。一级的时候，它不会自己离去，它呢就只能靠电子重排的过程中同步的把氯给取代上去，得到一个 retention 的这个 product。 这是在讲到这个氯化的这个反应的过程。好，我们把氯化的这个条件都跟大家讲过了，就三个，讲了一下就三个，哪三个？利用这个 hydrohalic acid， 就是 HCl、HBr 的反去发生反应，但是会遇到什么问题啊？一级的不容易发生，对不对？然后呢？遇到什么问题？遇到重排的问题，遇到 ATO outbound 没办法生成的问题，所以这时候要怎么去避免这个情况发生？利用 phosphorus halide、PBr3、PCl3、PI3 进来去进行反应。这个时候呢，你可以让我的 OH 变成 living group 的过程中不会直接离去，它可以经由 SN2 再反打回来一次，所以你可以得到这一个位置不去取代掉的，不会产生这个重排过程的。那我如果要得到一个反应呢，是不仅是不让它产生这个carbon cation， 我还希望它能够是保持原来的立体化学，我就选择 sodium chloride。本来是 R， 做完就是 R， 本来是 S， 做完就是 S， 不会产生立体化学革变。我们把它标出来好了。我不喜欢这样子讲说，本来是 S 后面就是 S， 这是给你错误的观念。哦，你们知道我的意思对不对？它不是本来是 S 后来就是 S， 而是什么？我取代的这个取代基跟 living group 是同一个位置。我们只能这样子讲，因为 S 跟 R 你要看进来的跟其他周边去比谁大谁小，那才是 SR 的基本定义。我们讲说它取代性是十变。好，好不容易我们把卤素的取代讲完了。第四个，这个脱水反应 of alcohols， 我们找一个例子来看，这是一个Bill Bago， 这是一个 Bill Bago。这个 B1O 呢，我如果呢遇到的一个酸性条件之下，它做什么事啊？
做什么事呢？他呢会接了这个 automation 之后，他呢是不是这个有机会呢会去产生这 high drive chip， 然后呢得到一个稳定的 AI 啊。所以当我做了它之后呢，做什么事啊？当我在发生它之后，我会直接做一个 high drive chip， 做一个 high drive chip。当然这个事情没有那么容易发生哦。你加了水，会加热这个动作之后呢，这条件通常你要加热，强迫它发生，否则是什么？否则如果这种条件下，它不能自己过去嘛？为什么？它自己过去变成一级的碳化钙氧，一定不稳定啊。对不对？那如果都没有其他的反应试剂存在，它就是在哪里啊？如果这是不加热，只有一点酸的条件，那你这么会做什么事情？它就是普通原理，它就回到没有普通原理就平衡，酸碱平衡。可是我现在如果给它加热，那就不一样哦。我给它加热的时候，给它有外的能量，对不对？我要开始做什么动作？我希望能够让它产生另外一个重要的中间体，往下去进行反应。所以呢，会强迫它去进行一个 high drive chip， 然后呢，得到。这样子的二级的氮阳离子同源体，那下一步是什么？下一步是什么？加热嘛，加热 prefer for elimination， 对不对？往消去反应方向走这个 dehydration 的过程。什么 dehydration？ 就脱水啊。hydration 叫水合 ，dehydration 叫什么？叫脱去，脱去水合，叫脱水反应。Okay？ 所以我要去脱去一分子的水。刚 H2 已经掉了，产生这个 H 正了。所以下一个动作是什么？我的水进来呢，扮演角色，水进来扮演角色，扮演角色做什么事？去抓它，或者是去抓它。我两个可能性，对不对？我有可能走 A 路径，我有可能走 B 路径。我走了 A 路径之后，得到什么？这是 A product， 加上 B 路径，这是 B 路径 ，A 跟 B 两个都会发生，哪一个比较稳定？哪一个比较多 ？A 比较多，对不对？这是一个 major product。考试的时候呢，我会考你产率哈，但这边既然还有，就告诉你这是 70%， 这是 30%， 你只要告诉我它是 major， 为什么？为什么它 A 比较多 ，B 比较少？啊？取代比较多，对不对？这叫 Zeta 之路，赛车夫法则。当我酸碱产生的时候，我的取代系越多的，强度越稳定。取代系数目一样多的时候，都是两个的时候，E 是吧 ？Chance。对不对？大过去运动，再过 six， 所以就很容易判断它了。所以它的产率一定要大过它。好，所以这是整个底下决选择发生的这个过程哦，底下决选发生的过程。在发生的过程当中，你有可能会怀疑说，老师为什么这个水不打回来就好？会啊，可以啊，打回来你要加热，又酸，它不就破掉了？所以最后做到什么动作啊？就是做到往这个方向进行。最后还是走一个什么反应路径？走一个生物奈米。得到什么样强度的稳定，就停在那里。所以你说会不会这水又打回来这个行程？嗯 ，OK 的，是可以打回来。打回来之后，没有其他的反应发生的时候，它可以再脱掉，然后经过脱水，得到最稳定的那边强度。所以这些反应本身是一个平衡过程，在找你的最稳定的强度过程。我们是讲吗 ？Reaction coordinate 两个重要的控制因子，一个是什么 ？Thermodynamic， 一个是 kinetic， 一个是热力学，一个是动力学。热力学指的是找能量的平衡态，动力学指的是什么？找反应速率最快的那一端。所以我今天给你足够的能量，我都可以发射很多不同的能量。我这时候应该就找什么最稳定的那个产物出来。好，所以这是一个反应发生的这个过程哦。第五个是一个有点小复杂的反应，叫做 pinnacle。
出于双醇类的分子，我要进行反应的时候，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这个反应哈。第一个，我们把它称之为是一个 pinnacle 原子。pinnacle 原子，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反应哈。这个反应的使用试剂呢，是一个 2,3 一开始被发现的时候。Dimethyl-2,3 butanediol， 所以长什么样子啊？长这样。长这样。这个分子呢，它在酸性条件之下，有水的时候会做反应，会做什么反应啊？它会得到一个 ketone 的到来。所以这反应是怎么发生的？我们要来看哦，不用管它得到什么产物，我们先来看看它会干出什么事。这边是一个 diol。这个单药的分子呢，遇到了氢振，所以第一个动作先做什么？质子化的动作。其中一个 OH 集团被质子化了，被质子化了。质子化了之后呢？这边是一个三级的碳中心，它就脱掉了，脱掉了水，脱掉水之后能得到什么？得到它了，得到它之后，下一步呢？下一步应该要做什么事啊？然后说下一步，要么以明天去，要么水再打回到原来东西来了。可这边不是哦，做什么动作？做了一个 aqueous， 做一个 aqueous， 这边进行了一个aqueous， 得到什么呢？从这边的三级的太阳离子提升到了这边的，没提升啊，还是三级太阳离子。那干嘛做这件事情？干嘛做这件事情？因为啊，这边的氧，这个 OH 集团或是 ON 集团，我们把它叫做什么？我们上学期第一堂课教你的共振里面，跟你说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很重要的作用。凡是接了氧的取代氢，我们都把它叫做 hydronating good， hydronating good 什么意思？它呢会提供它的电子进来，去帮助稳定你的碳氧离子，所以呢你会多得到这样子的共振式。共振能的提供，对不对？共振能提供一个共振稳定能，所以虽然它的级数是三级对三级，可是当我转过来之后，我多增加了一个共振式出来，这个时候就有诱因了，我就跑过来就有诱因了。好，当我跑过来之后呢，得到共振式之后呢，最后这个反应，得到它之后呢，反应结束完，
水，或是环境中的碱。你困去掉水，有用水嘛，对不对？然后呢，进来把你这个氢抓掉，把氢给抓走，之后就得到你的肠液。这是冰冷后整个反应发生的过程，这就是最重要的关键，会产生这个resonance hybrid， 你的共振式出现，所以它 provide resonance。提供你额外的共振能力，它会促使这个反应的发生。否则，本来是正常是三级不会转三级。否则正常是不会三级转三级哈。好，这边给你回去一个练习题。我们下礼拜来提醒我要跟你讲这一题。这个 pinnacle 看起来是很简单的，可是呢，这个 pinnacle 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哦。pinnacle 在做的过程当中哦，会有很多需要去考虑的这个反应哦。这样的产物怎么发生的？我们从这学期开始哈，考试出现很多这样的题目，我会把起始物跟产物给你，请你去推导过程，怎么发生这些反应的。第二个比较特殊的 diode 的反应呢，是一个这个oxidative cleavage。这是另外一个比较特殊的反应哈。假使说你今天是有这个 master cycle pending 哈，你要怎么把它做成是一个 diode 啊？你要怎么把它做成是一个 diode？ 你可以用 oxygen tetraoxide， 对不对？这是我们学到刚学到的。这时候呢，你可以把它做成是一个 diode。这边就不跟你特别强调它的立体化学了。画出来好了，它得到镜像哦，就是重点在哪里？在你的 OH 是要同向的，同一边的。好，我得到它之后，这是一个 diode， 对不对？这个 diode 分子呢，如果碰到了 HIO4， 一般正常不会用 HIO4， 这是一个 biotic acid， 通常会用 NaIO4， 那是一个 sodium pentiodate， 是一般在用的话是这一个。那这个是在反应当中，它会自己生成 HIO4。得到它之后呢，你会得到这一个分子。
得到这个分子，然后呢，这是一个一个子类的分子哦，衍生子类的分子哦，这个分子呢会再做一次的电子的重排，最次电子的重排，然后呢得到这个重要的产物哦。等于把它开起来，然后得到这个产物。这个反应发生的过程哈，那比如说，如果呢，你遇到一个分子，这样得到什么？所以它这个分子，它有两个 dipole， 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它会呢直接把这个地方跟它一样生成这样子的环状物，然后把这边切断，把它直接切断，切断生成什么东西呢？生成我们要品牌甲醛跟这个 ketone 的产物。这个在生物上应用还有很多，就蛮多的哦。你们如果学过糖体的时候，好，这是额外，这是题外话哦。如果你学过糖体的时候，糖的结构是不是长这样？这是糖的主结构哦。好，假设是葡萄糖好了，这些 diol 的部分呢，如果碰到了这个 HIO4 之后，它都有机会把这些 diol 给切断。产生什么？比如说像这样的，刚刚打不好，这样办的好。其实控制比较好，它呢就有机会呢把这种 diol 中间给切断掉。这两个也是个 diol 啊，我就切变变。进行一些 LD 还相关自己的反应，那就可以对一些所有的糖的共轭体都去做一些修饰的动作哦。这是一般人家在做那个糖蛋白或是做一些抗体的修饰的时候很重要的方法，就是用这个收边，用这个 peroxidase 或是用这个收边 peroxidase 去做这个反应。所以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上过来学一下，我们今天跟你讲的整个跟醇类有关系的反应，从第11章哈。一开始跟各位介绍的氧化反应，把醇做氧化做成是 LD 和 ketone 跟酸，你可以用很强烈的 formic acid 去做它，反应条件很难控制，你很容易把氧化成一步把氧化成是酸。你用 formic acid 的话，你可以用 PCC， 用当量好称重，可以做成这个醛。好，你如果不想用 formic acid， 你还有什么方法呢？你还可以用这个sodium 的 hypochlorite， 可是呢，这个反应性也很好控制。你要把一个一级的醇做成是醛，最好的方法在大二教你的事情是，你可以利用 Swarm Station， 所以 Swarm 非常重要。Swarm Station 怎么把一级醇转变成是二级的，转变成一个醛哈？好，氧化部分在这里。接下来是告诉你，你要把 alcohol 醇里面的 OH 拿掉，该怎么拿掉？你可以利用这个
做成 double bond， 做海缺给海缺群做成 double bond， 再把它给还原回来，或者呢把 OH 做成是 living good， 利用 LH 把它给踢掉，你一样可以做到踢掉 OH 的功能。第三个，你要怎么去做 AQ 黑蓝？ AQ 黑蓝你可以使用单纯的 HS 去做，只是呢环境中你用水，然后呢走 S， 喜欢走 SN1， 一级纯特别难做，二级三级可以做，可是呢你如果 liquify 太弱，像 Cora 这种就很难做，所以你可以用 Lucas 进来去这个 Zen Cora 进这个新氯化锌 Zen Cora 进来去改善这个 living good 的能力，这是一个做法。但是呢你用这种HCl base 的反应呢，它都会这个屈服于这个 rearrangement， 所以你会避免这件事情发生。你可以利用这个 PS3， 对不对 ？Phosphorus 黑蓝，好，跟 PBR3 这类型的化合物来去做。做完之后呢，你就不经过 complex ion 的路径过程，而直接在你的 OH 上取代成是卤素，就是讲到你的卤素的取代。最后，如果你要希望你的 OH 离去的位置跟你新进来的卤素在同一个位置，叫 SNI 反应的时候，以氯化条件来讲，你可以利用 cyanide chloride SOCO2 走一个 intramolecule 的 nucleophilic substitution， 你不会改变你的立体化学位置。第四个，你如果要把这个 OH 做成是 H2O 的 living group 之后，加热条件下，你可以进行一个 dehydration， 这时候你要考量到得到最稳定的 carbon cation， 然后呢，来得到一个最稳定的 double bond 的产物。那你如果带到过，你要考虑到刚刚告诉你的这个酸的电势下，选择性选一个 OH 去把它给这个 potential 去做 pinnacle 的 arrangement， 或者是呢，当我得到代号库之后，你说引进一个 coactive acid 进来之后呢，你可以做一个氧化断裂反应，得到两个醛，或是一醛一铜，看你旁边取代性如何。好，所以是整个一套的，你怎么把这个 OH 变成做关联器的转化？这样大家就会清楚这一整个章节要交代的事情是什么，你要怎么做一些关键的转化，它就好像是一本秘籍一样，你该怎么去转化的过程中该怎么去调控你的这个怎么去选择你的反应发生的位置点跟你的反应的这个强度。好，我们下一个礼拜回来呢，我们要开始教你这个 ether 的反应，就是教你一个 ether sulfide 醚类跟游离类的这个化合物该怎么去进行。好。Yes, sir.